什么我们现在就国民党的一些高官们都是文质彬彬的，碰上现在这个草莽出身的民进党，所以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方式，一定要强悍一点，要像这种铁汉出来，才能够发挥我们当年的创党创国的精神，不然呢，就是说大家这样对于这个民进党这样子的人的话，你用文质彬彬去做，绝对是太显得太软弱。所以今天韩先生在电视上，我们也看到他的所作所为，让我们精神上也振奋。所以这次党里面，希望他能够真的发挥他的这个潜力，带领我们国民党振奋一下。啊，谢谢。各位中华新村的各位长辈，我在眷村长大，我在眷村长大，好多年没有回到眷村拜年了，所以今天我又是属鸡的，属鸡的第一天，今年第一天又来到我们忠孝新村了，非常高兴，祝福各位长辈、各位好朋友，新的一年一切平安吉祥，新年快乐。未来如果要需要我们孝老跑腿，不要客气，当年国军眷村改建条例。我是一个人跟20几个民进党立委台上打台下，全台眷村改建，包括韩国一个人，所以眷村改建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经验。会长需要我们跑腿的话，配合汪议员这边，我们可以来跑腿来服务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再一次祝福大家啊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